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对于像今天晚上这种新的尝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我们当初规划这样子的事情，就希望能够跟年轻的朋友们可以有更直接的接触跟来往。嗯，所以我们很费心的，就是尽量希望多找到什么不同的网络社群愿意一起参加。嗯，那我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子做，那当然大家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不确定效果会怎么样。嗯，但我总觉得能够用年轻人愿意看愿意听的方式大家来谈这些事情，一定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那我也希望今天的晚上的结果会是一个正面发展，年轻人愿意听到我们讲什么，那我们也有机会听到年轻人当面提出来一些问题，除了网络的提问，除了其他，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直接，我们甚至不在乎有尖锐的问题。嗯，我们甚至希望大家说心中有什么疑惑讲拿出来讲，也许发觉有些担忧是多余的，也许有些东西其实是想错了，我们希望可以有效的澄清这上面。那想问一下，如果说如果说网友问的问题然后让你发现说我们的法条这个地方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你会怎么处理？哦，这非常好，这个讲得非常好。我可以先讲我在听公听会的例子，那时候是立法院要求我们开公听会，我们也觉得我们都想得很周到，可在公听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以后，那我们回来跟部会讨论，觉得有些东西在不影响我们推动开放的弹性之下，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取消拿掉，减少大家疑虑，有些不是真的有伤害，可是大家觉得放在里面是不是将会被有些人误用滥用，好，既然有这疑虑我们就把它拿掉。如果今天我听到有这样子好的意见，甚至是真的是一些关键可能影响，我还会秉持我参加公听会的精神，我们回去会研究完了，我们一样可以把建议送给国民党党团，由他们来提出修法动议。这个我公听会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嗯，因为其实这边有一点建议啊，就是事实上其实从服贸到现在看起来，我们都发觉其实很多时候政府在拟定策略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会比较往比较美好的那个地方去想。那是没错，但是我们在做专案管理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做风险的控管，那风险的控管会需要去找到最糟糕的后果是什么。那管主委这边对于这种资金区未来可能会发生最糟糕的后果，有没有设想过？这个是方向上我是赞成，因为严格讲过去政府在做这种法案的这种评估这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在学习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没有做好我也承认，但是并不表示政府没有意思要做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举那个服贸跟我们这次示范区中间有个根本差异在这建档，因为服贸是谈完以后才开公听会，严格讲它其实次序是反过来，那当然谈判协议这中间的次序这要怎么拿捏，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我们这次示范区比较不一样，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因为看到服贸在沟通上面的困难，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一直办很多各地的说明会和座谈会。在那上面，我们虽然发觉去讲还是有用，但是那个接触面太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后来公听会就是一个蛮有效的方法，因为公听会很多结果也透过网络的资讯都传播出去。但是那个时候是法案还没有，就是什么事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还有机会去调整。所以我是赞成这样的方法，就是在那之前我们都有机会去听到，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你知道以前的东西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上面，那的确会产生一些流弊，可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们从示范区，我们从这边拿它当做一个范例，我们先去听看碰到什么问题，而且我们的确做出来修法建议。很多人在说你这个修法建议是不是真的会改，坦白讲这个东西已经送到党团，党团已经送进委员会，他已经现在放在病案上，只要审到比如说是第五条我们建议改，碰到第五条那个案子一定要拿出来讨论。那拿出来讨论，如果立法委员说要或不要或还要再修，那是当然是委员，但是案子一定不会被丢掉，一定已经在委员会里面，所以我们会秉持这个态度，我们相信未来有这样做。那至于示范区有没有什么最坏处，其实这上面我们自己看，因为示范区它并不是一个说现有什么东西要别人进来可能会伤害到，因为我们把它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它就跟全国开放，它可能会造成它进来以后还有一些波及效果，它情况会不太一样。那很多东西都是现在岛内没有发生，我们希望它可以新增加在岛内，并不是岛内有什么东西我们拿它去换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冲击影响面是相对是属于比较可以控制的范围。好，那刚我发现有一点漏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想知道说，如果说这个最近的那个说明会，然后听到一些意见，真的知道要修法的时候，你们还是会用国民党现在这种就是送
党团在送那个修改动修正动议，这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方法，因为他已经进立法院。因为效果是一样，今天不管是由谁提，只要这个案子最终进到委员会里面，让立法委员可以讨论，谁提其实是一样。如果说你说今天有些委员说你应该要撤回去，撤回去其实结果一样，如果真的达到修正是照这条修，你撤回去就平白再多半年，完全没有什么大差别。你知道我刚讲的意思，那个半年是怎么分析出来的？他回去就变成他是要求你回去玩所有的程序，要行政院再提一次送到立法院，就是所有评估还要再重新再做一次，对，然后要再开一次公听会，再委员会再分到，你知道全部我们过去走的半年的多的过程全部要再走一次。哦，理解。对，但效果是一样，所以我们学这个东西不觉得说这东西如果我同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应该用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来做？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我们这次提的建议已经送进委员会，没有人可以逃掉，非得面对这个问题。那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到时候在院会的时候突然被抽出来进负二读，就变成是行政院没有修改的。这上面因为这点上我大概有把握不会发生，原因是这是因为是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不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建议可能因为某种协商就说那某甲你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啦，就怎么样。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主动讲，只是为了在程序上更加有效上，我们所以请党团提出来的。所以它虽然是党团提出来，但其实反映了行政院的意见，我们会坚持在这点上，会坚持在这点，会坚持这个修正一定要放上去。对 对, 对，好。但最终我们的修正意见如果被委员修掉，那就，但是我们的坚持的版本是这个，我们就把它视同我们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一样坚持。那最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今天突然黄昭顺委员他宣布要延长到十二点了，那你会想尽办法？我今天白天就已经跟他说过，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政府第一次用这个方式，我很希望说今天的会议不要去影响到晚上去参加。嗯，所以你们会希望尽量不要影响到晚上？应该不会，我已经跟黄兆伟打过招呼。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人去。但我觉得效果会受影响，我希望我坚持是我自己去。好，谢谢。